说的题目是梦想的力量。俗话说，人因梦想而伟大，可何谓梦想呢？小时候那遥不可及的是梦想吗？还是只是幻想呢？长大后的我来到了大城市，结识各式各样的朋友，我的视野总算不再如此短浅。我开始学会思考我的未来，我的梦想，直到我听到了一句话，深深的点醒了我。其实你的梦想源自于你的热情，而你的热情就是你的梦想。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中华文化，谈到博大的中华，我源源不绝学习今生的中华，我乐此不疲。我希望多结识共同喜欢中华文化的朋友，也希望把中华文化推广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梦想是生活的延伸，梦想是进步的动力，梦想是创造的泉源。我希望借助这股梦想的力量，点亮我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